举手的没有关系，没有举手的呢就等下一题。我们这一题先中这个。来，通话密语是中华电信。对，没有别的了，就是中华电信。请问一下，我准备好了，于贝贝，请告诉我，国际巨星金城武呢跟中华电信合作推广的是哪一项产品？中华电信。来，请问是激素四 G。 极速四 G， 1、2、3还没喊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主持人就是这样子，喜欢变来变去的哈。好，来再来，对，再变呢是女人的权利哈，也是主持人的权利。好，中华电信跟金城武合作的是，中华电信极速四 G 啦，对，极速四 G 哈。啊，那上一题的已经结束了。那大家刚刚有看到画面上呢，它不是有告诉大家，就是它里面有做很多事情嘛，对不对？ 你们还刚刚的精神还在现场吗？还是只有人在现场？他刚刚在里面做了很多很多事情，好，然后因为呢，大家生活很忙碌，工作很忙碌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慢慢的让你平日的生活呢可以放慢步调。所以它里面呢有一个很精彩的 slogan 呢，相信大家都没有专心看，我直接告诉你们好了，世界越快，心则慢，好，会念吗？ 会嘛？来，我们跟着我念一次，来，预备。这一题送这个哦，好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。世界，先跟我念一遍。世界越快，心则慢。来，预备，1、2、3。好，很好，我只听到是跟慢哈，是非常有意境的广告当中，在告诉大家哈，我们平常很忙碌，有智慧型手机的请举手。 这么多，那低头滑手机超过12个小时以上的。 这样子不好哦，要休息一下。好，那个真的低头族当太久也不太好。但是为什么要滑这么久呢？大家会用智慧型手机做什么？自拍，还有什么？上网、上传、分享。有没有看影片的？有。有没有看电影？有。听音乐的？有。通通都有，对不对？先来送这一题，待会呢，好，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有哪一些优惠给大家。好，来，还记得那一句叫什么吗？ 世界越快，心则慢。通关密语是，你帮我选三好来，预备备，还没啦，预备备，1、2、3。好，来，世界越快，心则慢。世界越快，心则慢。来，赶快送你一个好后面时代。因为之前新闻啊，不是有说4G 吃到饱的方案即将取消吗？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？有吧？我那些就默默的这个点点头，真的我也有看过哈。那为什么会即将要取消呢？所以大家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办？我还没有来得及办，没有关系，那是之前听到的。那请问一下，中华电信在资讯月台南这边有没有吃到饱方案？有，只要说有就好了哈，有就好了哈。好，我们呢中华电信有一个吃到饱的方案是极速4G 的哦。那我现在赶快快速告诉大家，避免大家站太久，已经快要失去耐心的，请。 举手。好，为了这，好了，为了这一排快要失去耐心的，我会讲快一点哈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刚刚有说嘛，跟我们金城武一起合作，就要推广我们的极速四 G， 因为现在人太忙碌了，同时要做好多事情，又要看电影，又要听音乐，又要看韩剧，又要上网，又要跟人家聊天，又要工作传达一些档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个极速4G 上网吃到饱的方案，往内户打要不要钱？不要钱哈。然后往外呢有没有多送？有。好，往外有多送，好来，有往外有多送。等一下啦，往外多送多少呢？送到爽。往外多送500元，哈，往外多送多少钱？500元。500元很好，往外多送500元。 500元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到外面呢，可不可以办中华电信？当然可以哈。啊，但是外面有没有往外多送500元？没有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要赶快去问一下。没想到你这么热烈的参与每一个问题，然后最后这重点还答错，1336哈。他刚刚讲太多了，没有那么贵哈，1336就可以申办4G 吃到饱，往内户打。是中华电信用户的，请举手。 哦哇，那所以你打给他要不要钱？不要。那他打给他要不要钱？不要。不要钱。都不用钱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讲超过24小时？不用钱。但是呢，不要钱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然后录下来，然后以后呢，观众就一片安静的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放这种罐头音效就好了。哎，真的很棒，很热闹哈。好，就是呢，我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中华电信要给大家最好的服务。那我们最后一题哦，哈，如果各位还没有拿到礼物的，请告诉我申办集数字据，我们还有很多手机的那个可以搭配哈。请问要到哪里去看？好。 很单选吗？好，单选。那你站中间一点，好，你帮我选一个。我这边。好，你站中间。这边。记得答案。周先生。等一下。周先生。还没呢，我讲一下，记得答案是1336。1336。你的案子都1336。我爱中华电信，让我热情。周先生。其实有两只啦，这只哈，想要没有包装的请举手。 多少？1336，因为你的提示让他知道。1336，请问一下是上网？我上网吃到饱。还有网内互打，不用钱。那另外还有呢，多送国内通信费。很好，都知道对不对？所以要回到去哪里？中华电信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来，等一下没有拿到礼物呢，在1:45的时候会回来现场的，请举手。因为这个台南的展场不太大哈，所以待会呢如果有空记得再抄回来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中华电信除了呢我们有集数自居的方案之外，有没有 MOD？ 有 MOD。那有没有哈米音乐、哈米电视？有。这是我们中华电信手机的软体服务哈。那我可以在这边哈询问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最后一个，请问谁要？